家好，欢迎收看大彪哥带路，我是大彪哥。大彪哥带路，安全又炫酷。众所周知，冰岛足球队是一支神奇的球队，球员来自于各个行业。冰岛国内的解说一般是这个样子的：厨子在禁区带球，往前趟了一步，跟上了金融精算师扫射一脚，球进了！不愧是华尔街的精英，精算师利用他缜密的计算能力，通过拉格朗日定律和三明治夹边定理，计算出了最佳的射门角度，打进了扳平比分的一个球。他的队友整容师、化妆师还有剪辑师纷纷上来跟他庆祝，现场多么的热闹啊！像人才招聘市场一样，场边的牙医及时的用惯用的操刀右手记下这美妙的一刻。梅西带球，一脚长传，催眠师绊倒了梅萨。裁判给了点球，我们可以看到梅萨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像被催眠师催眠了一样。裁判当即表示，不管有没有催眠，都是点球。大胡子梅西站上了点球位，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全职的前锋厉害，还是兼职的守门员厉害？哎呀，扑出去了！导演将梅西的点球扑出去了！天哪！他是这场球赛的导演吗？梅西的演技他还满意吗？下场比赛他还会让梅西继续出演吗？今天我们就通过冰岛球员的庆祝动作来看一下冰岛球队里到底有哪些职业。第十名，自行车手。第九名，交际舞者。8名，拖拉机启动专家。第7名，钓鱼大师。第6名，跳水运动员。第5名，皮划艇运动员。第4名，中枪特技演员。第3名，马桶设计师。第2名，接生婆。海豹突击队特种兵。希望同学们在看冰岛队踢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转评一个呗。